这款模式呢，我们就演示一款短发啊。这个短发其实很简单啊，我们操作剪发的速度应该是有所提升。我们主要是二分区。那模特，我们在底区啊，裁剪柔和啊，有一个过渡的一个圆弧，鼻息在这个位置啊，在侧面呢，我们因为模特的发际线比较高，发际线比较高啊，所以说我们采取的长度呢，来控制的在耳机这个位置。耳机的位置，刘海是重点，要长。刘海可以，这个刘海应该是这个圆弧的形状，它左分右分都是可以啊。所以说，两侧我们都是提拉平紧啊。层次呢，角度呢是比较低的角度。那顶区呢，应该是放长的，啊，都是放长的，然后区也是一样的，啊，角度不宜过高，那接下来我们先逐个分区啊进行修剪。
片，把我们角度提高，嗯，抬起头，定个长度，先看一下。如果没把握的情况下，你先定长一点。
其他角度。落差啊，那到底是什么位置？